8月4日0时至24时，我市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，新增确诊病例继续下降。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0例，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5例。7月15日0时至8月4日24时，累计治愈出院确诊病例52例，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42例。为了确保全市各组群众的身体健康，从8月4日开始，我们对出现过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的社区、居民小区、集中医学观察点等重点区域和重点人群、高危易感人群开始进行新一轮核酸检测。昨天新增的确诊病例都是通过核酸检测筛查出来的，其中2例为社区筛查，20例为接受集中医学观察人员。